竟然还有3-3的篮球比赛也是有正式的。这是什么制度？亚洲杯，奇葩的事还挺多的。我觉得很多。以前有这么奇葩？没有啊，是不是怎么多次奇葩的比赛都有？上次做 game 也可以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很奇葩的。围棋啊，还有什么围棋也有，电也有。所以它叫做亚洲运动吗？玩电是一种运动吗？儿子，你觉得？那围棋也是一种运动。嗯。我们跟卡达。对岸是没有派来的。Abracadabra。你不如说。心脏坏掉了。你就说心脏坏掉，不会吧？对呀、啊。我整个心脏都坏了。哇！你说我老公说你啊？你是你电脑坏了。差不多。那、啊、你又要洗澡了、哦？当然了。对。我刮干了。你可以干洗澡。我帮你喷酒精的。让你快点很爽。因为你没有吹到啊，啊，因为你已经要洗澡了，你爸就都没给你吹的。哎、欸，你哪个光被吹烟蒂？他有他也要吹，他之后准备自己就准备好，他就是打算要洗澡。是哦。缺陷是一个名词，还是是需要这个线？这是两件事。有缺陷。是这个。你就是慢速线。冰山，这是原厂线，感觉。啊，三比三，你记得就写上去了。时间到之前，分数最多的就赢了。那时间写最多的。哇，12分钟吧，我不知道，现在剩最后7秒。7秒，16-16了，还有7秒啊！
赢了。嗯、他们三个球员是台湾的哪一队的？我不知道。这么历史的，我的人如鸡啊，看那个。Thank you.